六个国小红的分校今年八月将正式停班，学校特别举办一场公式典礼，历任校长、历届校友嘛，趁机会登到学校行行看看，大家伫运动场做会上最后一节体育课，就亲像登到孩童时期，找到当初的记忆。健康操的音乐一放落去，大家都亲像是找到囡仔时的记忆同款，想起当初伫只读书的种种回忆。不过这节体育课是好眼分校的最后一节课，受到赵子华影响，为了该毕业生的相片，麦当看到毕业人数一年比一年减少。现在全校只有剩五位学生，好眼分校伫今年八月份将开始停班。小时候来这里读书，都跟同学分校啊。就是想到以前是很怀念啦。真侪历届校友拢趁机会转来到学校行行看看咧，看到家己母校将要停班，心情拢非常唔甘。不过电影嘛，希望好嘅分校停班了后，校舍会当重新活化使用。未来我们期待，和雅国小的旧校舍呢，它能够有更好的发展。南投县政府可以来持续来跟地主来协调，说可以让我们和雅国小可以来做一个活化的一个里程。县政府会召集相关的单位，包括我们的乡镇公所，或者是我们相关的局处哈，我们会来做一个统一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规划。那相信呢，一定是会符合我们社区民众的期待。恒业分校家长会嘛，准备每人一台脚踏车，送予现在的在校生。南投县政府教育处表示，为了要增加家长的负担。学区内国小若是停班，现在交通费补助嘛，为原本逐个月5000元调整到8000元。在这个交通费的补助的部分，我们修改了我们的这个自治条例，我们将交通费由原来的这个5000元的每个月的交通费，提升到一个月有8000元的一个交通费的一个补助。那当然，在这个保险费的部分，包括书籍费的部分，也都做了一个调整了。历届校友回来到上熟悉的所在，大家嘛伫运动场顶来佚佗，这个时阵就亲像是回到囡仔时同款快乐，嘛予校园内是充满快乐的笑声。记者蔡凯采访报道。